耶，民众，刚才好气结束了。哎呀，我的讲话说的，哎呀，不包括了。你这不是好气哦？弄到那我就自认是什么？我帮你洗嘛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洗哟。这个哎呦，你洗洗就不干净。我自己来就是了。啊，管事哎呀，我两手指大小大都。这个哎呦，那你真的我这不适应喽。还管事哎呀，怕死了我。得嘛得嘛，哎呀，看嘛，要弄我就忙死哦，还忙得干净。哎呀，没得，我是自己来就是。哎呀，不管谁的事。人家真的，我是不好意思的啊，我洗不清。一忙就干净，哎呀，我们这些手艺回去还洗洗行了，要得了，哎呦，硬是。哎，你把你窗子。你要凿开了，这窗子。哎呀，你卖窗子哎呀！你还说有夹子，我看你是咋拆？窗子咋会降下去那边要通电的、啊？别担心嘛，哎呀，没事。把电打开，我的。嗯，还有电哦。你还怕选的夹子换给老师去？差不多，哎呀。看嘛，电打开了按噻。嗯，硬是换给老师去，硬是。学一些。感受一下嘛，哎呀。今天我就来了，喊你我，让我来感受，晓得不？你当一下我来老师。不存在，不存在，哎呀，我们两个的关系。我将近两年没摸车子了，都换跟老师去了。不管谁的家，车子一学就会了，学会了，我屋里你就可以买个敞篷，带进我屋嘛去兜风。兜风，我呼吸嘛不，兜风。哈哈，你这说的，走完呀，我晓得你来的啥意思，走，我带你去学一下，转一圈，好噻。好好好。我换双鞋了。屋里姐姐山路黑人的很，我开了底下大公路，赶紧去你再开哈。要得。那么吴的你来。嗯，要得。今天我来当下教练。我一下教练的人。是啊。是吧啊，开始过当喽。第一件事干啥子？啊，干的。干的。这个要来算计。这是必然的。你不要算了，我就不来了哈。你说这次的单位咋过来，你要跟我学一下呢。这个你有的嘛你。朝前头是一档，前头一档，后面二档噻。马上是二档啊！哦，跟那会儿那个单教练上那个车子差不多，应该挂档。嗯，走噻。是不是光没有档没挂进去了哇？挂进了，走嘛，走嘛。好。哎，来这儿的，对，就那个，对，朝边上点儿，朝边上点儿，别慢多喽。好，回转来。哦，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看了方向，朝里面修点儿。对。对，朝着坡坡赶紧开，半坡起步。今天来考验级别，老师你还没挂档，你又开始松刹车了。这坡坡赶紧，哦对噻，轰油门，对，继续走了噻。嗯，对，下坡慢点儿，换二档赶紧来。你不要看底下，哦哟，慢慢的，对，慢慢的，围到点来，围到点来。好是回你，现在有点发慌，晓得不？别慌。好，合适。嗨，你说这边我说还是开得起了不的？我是脚手都发疼，老魏。好哎呀，要的。这不是你怕真的遭不住，今天就练到这里。啊、哦。不然的话，我说一直练的话，人都要烦。哎呀，老，这百块钱捡到了你拿去洗个啥子屋的呀？你拿去搞笑啊，杨老师！我不要你的，你说我们拿。拿到今天不是我不得来了哈，不得喊你教我了哈。你拿我来，我就买东西吃哈，我打平伙了就。哎呀，随便你呀，杨老师。你们当真买包包包吃？走嘛呀，上街。嗯。买东西吃个。屋的，你拿的噻，就剩口袋了，就这儿喽。嗯。哎，爸。妈，先喝一下奶呀，讲好口感。罗。大女儿呢？今天上午跟俺弟讲两句，跟我老张嘛逛街去。是不中？真的啊，昨天晚上我菜都没弄完，今天吃点。有啥子事闹剧了你们？哎呀，两口子当中打的不吵的嘛，你跟父母还没吵架？哎呀，这个舌头都能搞起来说的，正常。一会儿就回家了。娃儿呢？还不是去了？就是没把娃儿给丢给你，不是大问题，晓得吗？嗯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就转了。哥儿俩是给接了，我摸了那个性格了已经。嗯，我妈要背。姐，你们两个还吃得嗨呀、啊？哎，凉菜没吃那么多。来、哎，我给你拿个板凳，筷子。你两个啊，咋个想起在这儿喝酒啊？哼，今天我给你老公当老师。
三盘老师。嗯，就爱开车的嘛。还有没得？我来呗。哎，慢慢。我口干得很。我五点，你突然想起你要学车啊？是不是你们也有打算准备买车子了？我给你拿一瓶来。哎，跟我不一样的。买啥车哟？我想学的。哎呀，我有我的打算。嗯，对头的。哎呀，我懂我懂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妈妈来，喝。快撵出去！哎呀，哎，凉快。今天辛苦你了，二娃呀。哎呀，不说那些乎的，今儿是吃的你捡的。哎呀，别谈我事情。就是啊，尽量别谈了。我都经常在你那儿吃。嗯。你不要笑啥子，笑我硬吃。